哎呀，真的是名球员啊，那个男人啊，看一下对面打的一个是什么样的阵容啊，龙阵小克风阵5%啊，龙阵的小克还是比较恐怖的。对，已经转5招了啊！哎，依旧是老样子啊，单抽了一把，应该是方寸，单抽加三个啊，老套路。雪蝎暂时还健康啊，不用管。猴子没有技能啊，七状态，花里胡哨的轻轻爆。对，王哥转5招了。有飞啊，看一下会不会顶着这个风头的位置啊，飞吧，试一试。就有点小头痛了。顶齐之后就会好拖很多啊。
这把卡机啥意思啊？明天的维护我没看懂，感觉跟上个星期一样，但好像有点不一样。我觉得还是枪造型帅一点。当你看到大马路上兄弟们都穿起了新的不一样的锦衣的时候啊，可能就出了，不要着急。这小月灵不错啊，夸一下。头顶双旗啊，这波只有个泼天。其实泼天可以杀人的。谢王哥换成武装了之后啊，这个封印命中还是可以的。哎，这把有飞啊。
到底是飞呢还是出宝宝呢？我也觉得飞。可以，这波尸体压得漂亮。还能有飞啊，这波飞机很有可能就是致命的。平安小老弟，欺负小朋友。哦，兄弟啊，对面明秀园。看一下这只地听是否卡住啊，能不能出手。卡住了。那太变态了，如果能回伤的话，那就相当于带了一个化身，带了一个半个普陀。这种局面不太会出现。
哇哇哇，四叔都上手加笛子了，毁不毁，贴不贴，灭不灭，地不地，这么慢的吗？这宝宝啪，还有个小丹啊，可以，这数据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可能是王哥，也有可能是操作手哦。那还是鱼岛还是有很多老板会打 PK 的。请不要喊小姑娘，请喊鹏哥。好了，没得了，下一场。今天目前来说全胜啊，一个小时打下来。